好，接着来看到，原本是北漂求职，怎么会变成顺手牵羊呢？在台北市南港车站的商店街，上个月底早上6点多开始，有一名女嫌犯就锁定还没有营业的店家，或者是正在忙碌的业者，她趁机是偷走里头的商品，结果被路过的民众发现之后，通知保全报案，警方到场，人赃俱获，调阅监视器之后，发现她在短短4个小时之内，一共偷走了12样商品，受害店家高达9000。你有付钱买吗？有的话发票证明一下吧。我就跟你讲了，有就自己承认，自己拿出来。袁景豪说歹说要外套，女掏出包包里头不属于她的东西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12345，拿出来的竟然有高达12样东西是偷来的，全部加起来要价1500多块钱。但把时间往前重回犯案当下，监视器画面拍下女子行径十分嚣张，趁着店员在厨房忙，提着大包小包就来到寿司店前挑自己想吃的带走，甚至这样还不够，看到还没营业的店家就打开人家冰箱拿走里头的东西，把商店街当成自家厨房。保全看了好傻眼，立刻报警处理。是跟一般的客人一样，在这跳圈，然后因为我们可能在忙背对他，然后我们想说他只是放回去，然后就走这样，所以我们没有特别留意，是直到有客人跟我说什么东西被偷。事发在台北市南港车站的商店街，上个月21号早上6点多开始，45岁的陈姓嫌犯就锁定没营业的商店，或是店员正在忙时摸走里头的商品。受害店家包含知名连锁寿司店、连锁甜点店等。受害店家共9间，立即依窃盗现行犯逮捕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。据了解，陈姓嫌犯没有前科，落网后供称他是彰化人，原本被上司来找工作，结果工作没找到，甚至连吃的都成问题，最后只好在台北到处闲晃偷东西吃。只是这恐怕不是犯案理由，全案依法送办。记者周宇、万家伟台北采访报道。